流行东京呢个节目终于嚟到尾声啦！哇，我把口终于都可以唞下啦，唔使再食咁多嘢，再讲咁多嘢啦。咩啊？食得最多系乜嘢？其实做咗咁多集，食得最多嘅系螺丝。讲得最多系边句？讲得最多应该系呢句。即刻跟我嚟流行东京。其实流行东京的节目概念就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介绍东京的吃喝玩乐给大家看，可能很多观众初初看的时候都不是很习惯，例如有时见到吃的东西又说不好吃，买的东西又说不用买了，不要买了。其实我都是想以第一身的角度试晒所有东西给大家看，等你一四日三夜来到的时候不用慢慢去找，慢慢去试，不好吃的东西等我帮你试晒先。所以如果你看条件见到我说不好吃的那些，其实真的不好吃的了。如果條片裏面我話一般嗰啲咧，就你自己諗啦。食食食食食食食，做咗咁多集，真係食咗好多嘢啦！而家就等我即刻帶你重温翻我食過嘅食點啦。食呢個超值 lunch set 500 yen，呢個麵包有少少飛機餐嘅感覺，冇錯，係正常嘅。飛機麵包呢一個係雞扒嘅薯蛋，好睇下呢個500 yen點啦，唔好氣喎，我話得 OK 嘅，你明點解噶啦？不過500 yen食到咁大個餐算係咁噶啦，但係嚟緊呢個就真係好好食噶，極力推介呢一個美式蘋果派，因為佢擺喺我面前已經好香啦，嗰啲 caramel 嘅味道，哇！加呢個雪糕，好好味。真的很好味，焗得啱啱好啊！真的焗得啱啱好，個塔個皮脆卜卜，跟住裡面的蘋果軟淋淋，係呢個脆卜卜噶。嗱，以下呢一間咧就係我拍咗咁多個月嚟食咗咁多間食店裡面，我自己個人覺得最高分嘅一間啦。虽然佢嘅位置匿埋咗喺歌舞伎的一个好唔显眼嘅地方，而且个铺头仲装修得唔系好靓添，但系好多观众跟我去食完都话好食啊，好开心，见到都忍唔住笑嘅呢碗喺我面前，100蚊港纸，价值只系100蚊港纸，即系1500 yen一碗，全个碗面都系 Uni 嘅饭，就系呢碗 Uni 饭令到我喺镜头面前失晒仪态啊！いただきます。我想喊啊！好感動，好甜，好甜，好鮮甜。我唔知講咩咧，好味啊！哇，好味道，正有唞唔到氣嘅感覺，熱戀中。好甜啊！感覺太甜，好強烈啊！唉，真係受噶，但係嗰種感覺真係好強烈噶噶噶噶噶噶噶！我介紹得俾大家嘅，除咗好食之外，當然仲會好睇啦。嗰啲句靚仔啊！個人好中意嚟旅園宿行街嘅，因為咧其實細心啲睇下咧，啲鋪頭裏面嘅店員同埋餐廳裏面嘅侍應生咧，都係比較有型同埋靚仔噶。嗱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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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呢隻手指公又嚟啦！呢隻手指公唔係淨係俾食物噶，人都得噶。1000 yen一個漢堡包嘅 set， 一個漢堡包。一杯汽水連埋一個 mashed potato， 即係薯蓉，整又整得靚喎！嗰啲靚人咧親手整出嚟嘅嘢咧係特別靚啲嘅，會唔會咧？整出嚟同個圖畫係一模一樣咁靚嘅，試下點食？我咬
啖係淨係食到塊麵包嘅啫，仲有好多洋葱碎同埋啲芥奶粒喺個底度啊！哥哥，肉汁好豐富，哇！啲汁啲肉汁啲汁係流出嚟，真係流入個口度啊！哇，好好味啊呢個！在女元素特别多靓人的，除了看靓仔之外，如果你是男仔的话，我就会介绍你来以下这间法式餐厅坐下了。在日本有很多法式的咖啡，但是这一间就比较地道和很传统的感觉，快点说，非常地道的法式午餐，芝士火腿蛋 pancake 不是度度都吃到的传统地道早餐，好像我们的茶餐厅的午餐一样，挺好吃的，咸咸地，这个皮很薄很脆，捞埋原来捞埋芝士和蛋，其实芝士很微，这里除了环境舒服可以看风景之外，还可以看靓女，因为原来这间店铺很受靓女欢迎的，身边环顾都有一堆质素不差的靓女，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眼睛去旅行那些人，我就提议你来这里坐下，可以真的去下旅行。如果你赶着 shopping 根本没有时间慢慢坐低看靓人的话，你经过表参道这间巴富店可以顺便望下里面这个店员，你看他几卡哇伊，好得意，好得意啊！口流啲蛋黄酱出嚟，250元，十几蚊港纸，贵香港一少少啦，香港10元一个。安安佳佳，我要食咗你落肚啦！真系唔舍得食喎，食啊，食啦！同安安絕吻的感覺，同我哋平時香港吃到嗰啲咧係一樣味道噶，不過佢係熊貓樣。有冇散銀啊？買湯飲。日本嘅罐頭文化真係發展得好好。呢個係一個辣嘅番茄湯。隨街有得撳嚟飲噶啦，即係需要100元啫。周街嘅自動販賣機，除咗嘢飲埋之外咧，有湯飲啦，有薯片食啦，我釘都有得食。好味喎！辣嘅番茄湯，好好味。喺呢啲嚴寒嘅天氣底下嚟旅行，周街可以撳到碗熱湯飲。呢個是一個很方便的發明。呢罐罐頭並不是沙甸魚、火腿或者午餐肉，是咩嚟嘅咧？大家看清楚，是罐頭麵包嚟嘅。啱曬啲人好趕時間，好中意食麵包，或者其實是災難時候用的罐頭麵包。只要打開個蓋，一個不交行貨的罐頭麵包。当你走烂的时候都有啖好吃，闻下好香牛油味，吃落去仲是松化的，这个绝对是喜欢露营的你和走烂人士的一物。日本的罐头文化已经发展到这一度了，罐头猪骨汤底拉面，这个拉面似粉丝多一点，好爽口，不是好似拉面，但是都挺好味，有些胡椒在上面的调埋味的，果然是猪骨汤底来的。还有1001块猪肉在上面，日本人叫叉烧，这块很珍贵的叉烧，挺好味的。当你觉得自己真的搞定又想吃碗面的时候，可以试一下这个。就是这罐面，
我就俾佢搞掂啦，就俾佢呃咗，以为所有嘅罐头都系咁好食，点知出事啦！买咗一罐奥丁关东煮，罐头嘅即食食物都有咁多选择，随街买到，但系冇羹点食呢？由于时间嘅关系，同埋我唔想嘥咗呢一啱食物嘅关系，我已经用手拿咗只蛋出嚟啦。你睇我样几犹豫？真系关东煮嘅味道，当然系冇热辣辣煮出嚟嗰啲咁好食啦。但我嚟顶肚我都 OK 嘅。就系呢一嚿狮子狗卷，令到我对日本嘅罐头食物彻彻底底咁失去晒信心。对唔住，呢嚿真系唔得，成塑胶啊！估唔到低处未算低啊，竟然仲有一个食物系难食过呢嚿塑胶狮子狗卷嘅。各位酒礼人士有福啦！除了罐头拉面和罐头面包之外，现在已经发展到罐头 yakitori， 即是鸟烧和罐头的老肉锅都有得吃。是不是真的炭火烧的呢？哇，果然是很考究啊，连支签都写埋那只 yakitori 是什么来的。哇，好短啊，缩了水的 yakitori， 这个是摸摸，即是鸡胸，这支缩了水短了一半的 yakitori雞胸，好勇敢啊！真系攞命搏噶！哎呀，死火啦！我唔记得买保险啊！系真系鸡肉嚟嘅，但系留翻走烂先食啦，好难食。鸡皮得翻一嚿，可唔可以唔食啊？可唔可以唔食？酸的算了 I'm sorry， 我不想走爛。如果你有朋友整蠱的話，就買這個吧，這個是極力推介仇家手信 No.1， 不過在他吃之前叫他買定保險先。下一part回來，我會用最不浪漫的手法回顧一些最浪漫的地方給你們看。孤丁丁一個小女子，汪洋中的一条船，真系争啲嘢，争咁个人喺身边，好孤独啊！人哋转到拖晒手噶。可惜身边都系少咁一个人。食好多喎，又食減肥，整都唔肥喎。係啊，集集都食好多啊！一日拍哇，成六七間鋪頭，全部都食曬嘅，冇辦法啦，食俾觀眾睇啊！真係食好多。不過一日哇，行成幾耐啊？一日起碼行9個鐘啊，乜都行翻曬出嚟啦。仲要咧，如果冬天拍咁凍咧，真係食多幾啖。冇曬 energy， 好難拍嘢，所以咪唔肥咯。係啊，買好多嘢噶，初真係，哇！嚟到真係間間入到去都係咁買，買到屋企冇訂等啦。唉，我媽話我同錢有仇噶，以前好似真係啊，而家冇啦，學識同佢做朋友啦，淨係賺唔使啊，依家買少好多啦，嚟得太密啦，都啲新貨都追唔切我。很多朋友生日啊，嗰啲都去唔到噶，喺香港啦，全部。咁嗰日打嚟噶啦，喂，今晚邊個生日喎？你去唔去啊？去唔到啦，又係喺日本啊 ，miss 咗好多嘢，幾多 party 冇去，卡拉 OK 嗰啲啦。唉，唔止呢樣啦。最慘係咩咧？最慘真係做咗呢份工之後咧，識唔到男仔啦。唔好提啦。人哋問你攞咗個電話啊，想約你去睇戲食飯。
唉，你第日又話飛啦，點約出嚟啊？日日都唔喺香港。呢句唔使遮啦，我要鄭重聲明，我係單身㗎，而且仲係一顆寂寞的心，唔信睇片啊！冇錯，由頭到尾我都是一顆寂寞的心，但是導演就偏偏要帶我去拍埋啲最浪漫的地方。好，我就用最不浪漫的手法介紹呢啲咁浪漫的地方俾大家睇啦。哇，開篷，開篷天鵝，寂寞的天鵝湖，孤丁丁。一个小女子，汪洋中的一条船，真系争啲嘢，争咁个人喺身边。呢只天鹅的而且确系要两个人一齐踩嘅，所以我话争咁个人喺身边就系咁解啦，系唔够力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原来一个人踩天鹅是辛苦过做 gym， 下次都是找埋个 partner 先好嚟玩啊！如果你不想浪漫得咁嘥力咁索气的话，你可以选择拍住拖去游乐场，除了可以捉住手仔玩跳楼机之外，仲有啲温馨啲噶。嚟得遊樂場當然唔少得玩咖啡杯啦，每一個大型嘅遊樂場都唔會少得呢一個自轉咖啡杯。哇！呢個轉，要試下呢個感受啊！揀翻只白馬王子先，咁呢只咧全部都是白馬呢度。呢個係一個超大的迴旋木馬，有5层啊，好靚啊！呢個迴旋木馬，原來佢跑得好快啊，比平時玩開啲跑得快好多。身邊都係少咁一個人。要數得東京嘅浪漫聖地，當然唔少得台場啦。佢出面呢個人造沙灘，周不時都見到啲人拖住手仔拍下拖、踢下浪咁。你哋使唔使咁浪漫啊？人哋系嚟拍拖，我嚟拍嘢，绝对系天国与地狱，鸭子食黄连，解我啦！好浪漫啊！使唔使除埋对鞋啊？好浪漫啊！我又要。台场人造海滩绝对是此地不宜久留，你看看几多少情侣在这里，真是见到都眼烟和心伤啊！记住下次带埋你的男朋友先至嚟呢度，出嚟呢个海滩漫步啦。如果你真的咁唔好彩，一个人唔打唔撞行咗出嚟呢个咁浪漫的地方，你可以走出嚟呢度发泄一下。梁朝伟，我爱你啊！我煲定汤等你啊！朝伟，喂喂喂喂喂喂！
嚟到台場有一個必做嘅環節啦，就係喺呢一個咁靚嘅影相位影翻一張到此一遊嘅相。如果你嫌台場遠得滯，你可以選擇近近地去元宿的代代木公園，帶你的男朋友嚟拍下拖。嚟到呢度拍住拖，又可以睇下平時日本人放假的生活係點，仲可以學我咁打翻個側手翻俾你男朋友睇，即刻加曬分啦！但係好可惜，我呢個側手翻係白打噶，你睇人哋。去旅行其实不是应该轻轻松松好像我这样吗？好多谢各位观众一路咁支持流行东京这个节目，拍了这么多集已经去到尾声了，希望迟些有机会再见啦，多谢。收工吃什么？不要吃住啊，喂，不够集数啊，拍多集先啦。仲唔够？唔够啊，快啲度啊！仲拍多集？嗰集下集预告嘅听。唔系嘛？三分时间你。唔系啊。三、二、一 ，Q。下一集流行东京，我哋仲会有重温一啲最实用嘅日本旅游小贴士。有英文、韓文、中文同埋葡萄牙文嘅選擇，然之後按入密碼，密碼我唔俾你知啦。好啦 ，check 到我 account 裡面只係剩翻13,081 yen 可以撳。我就話你一個小貼士，就係唔使買嗰啲1,000 yen 嘅電話卡，入銀仔就得噶啦，用100 yen。係可以打到翻香港，講到30秒嘅，30秒左右啦。仲会同你 check 翻新宿嘅酒店有几方便，有几抵住。呢间四星级酒店喺东口嚟讲咧，可以算系最历史悠久嘅一间啦。呢间三星级酒店喺正歌舞伎町里面，亦都好受香港人欢迎噶。呢间三星级嘅酒店喺正歌舞伎町后面，好多离开日本玩嘅朋友咧，未住过都应该听过啦。双人房价钱大概系900元一晚。准备去流行东京的你，记住留意最后一集《流行东京》。我买衫好耐啦，屋企都冇订单，唔敢买啦，大佬，真系俾阿妈闹。流行东京呢个节目嚟个呢个啲啲，流行东京呢个节目终于嚟到尾声啦！我流行东京呢个节目终于嚟到尾声啦！哇，我把口中嘟。例如有时见到我，例如有时见到我食啲嘢，好。哇 ，sorry 啊，等你哋嚟。例如有时会见到我食啲嘢话唔好食，买啲嘢话唔抵买，唔好买啦。其實我都係想以第一聲嘅角度